公元1618年，努尔哈赤决定出手无意已决，今岁必争大明国。随后就发布了著名的草木檄文《赵天七大恨》，隶属明朝的七大罪状具有强烈煽动性。第二天，努尔哈赤挥军西进，八旗军登台亮相，次日便拿下了大明辽东重镇抚顺。一周之后，率兵驰援抚顺的广平总兵及其所部10000余人是全军覆没。这个时候，大明马上才意识到战争开始了。8个月之后，公元1619年2月，著名的萨尔浒战正式开战。这一战，明朝的士兵11万多人，而努尔哈赤大军仅仅只有6万人，兵力只有明军的差不多一半。然而人少不要紧，会打才是关键。在八旗铁骑勇猛的攻击之下，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，歼灭明军50000余人。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明军便铩羽而归了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断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战是决定定战，这个八旗兵部族的伤亡，尤其是阵亡的人是基本。明军呢，当时精兵6万，基本上损失殆尽。后来八旗是横扫辽东，基本上无据守。这时候努尔哈赤决定乘胜追击。公元1622年，他出兵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陵，以6万对14万，又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。不过八旗铁骑这次依然表现强硬，这只雄狮如狂飙一般横扫辽东地区，攻下了广陵。这一战，八旗铁骑让天下之人为之震撼。这时候，横扫大胜义军里外关宁铁骑，直至清军入关问鼎中原，他们都极少尝过败绩，可谓是所向披靡啊！你可能要问了，这样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，怎么后来会演变成糜烂之师呢？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糜烂的呢？八旗军的衰落啊，实际上并不是到清朝中后期才开始。当八旗入关以后，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，八旗整个生活和战斗的环境不一样了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当年产生八旗悍将雄兵的这个土壤已经不再存在了。这就应了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弗兰茨·卡夫卡的那句话：战争中我流尽鲜血，和平中我寸步难行。八旗军是为了战争而组建的，但是仗打完了，到了和平年代，他们呢不适应了。所以这个环境变化呀，对八旗军来说是致命的。为什么呢？八旗军原来在他们的祖地，包括呢在入关征伐的过程中啊，骑射战斗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结果到了北京城以后，包括到各地驻防的八旗也是这样的，因为他相对和环境闭塞，又没有具体的作战任务了。在太平环境中，当年让他们成为优秀士兵、优秀军官的那个环境也不再存在了。这样呢，相当于对八旗军来说是个釜底抽薪。不打仗了，八旗兵也就没事可做了。以前那都是论功行赏嘛，现在和平年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里提一句啊，当时呢，清朝王室有这么一条规定，八旗子弟只能当皇家的差，不允许从事其他职业。运气好的当了官有俸禄，运气不好的呢，那就攒家待业呗啊！但毕竟是有功之臣呢，不能亏待啊，没有事情可做，国家照样是养着给他们发薪水啊，这就叫做铁杆庄稼啊，这个非常有名。那么他们的待遇到底怎么样呢？啊，就是那些铁杆庄稼到底怎么样呢？来算一算，八旗兵的铁杆庄稼分为坐粮和行粮两部分。坐粮就是固定工资，高级兵丁每月拿4两银子，饷米46斛；马兵领3两银子，饷米46斛；步兵呢，月工资则是1两5钱，饷米22斛。按照某些学者的考证呢，清朝的1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750块钱。那么如此算来的话，一个高级兵丁一个月工资4两，相当于咱们现在的3000。你别看好像不高啊，但是你得算上粮食钱。一斤皇粮按照现在每斤2块钱计算，一斛稻谷大约是130斤左右，46斛就是5980斤，乘以2，那就是11960块钱，加起来一个月什么都不干，1万5。这现在也可以了，很可以了。当然了，别忘了还有行粮呢，这只是坐粮。
这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绩效奖金啊，形成。只有在打仗的时候，部队出征才有发放的，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多得二两银子。还有啊，每个季度八旗兵还可以领一次奖金，自己家里遇上红白喜事还有固定的补贴，再碰上皇上大喜什么的，那也有福利，每个兵丁一次能多领一个月工资。要把这些都算起来，一个八旗兵什么都不干，一年那日子过得挺不错的。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态就开始发生变化了，慢慢的享乐主义这样的啊腐败思想就在他们心里边开始滋生起来。进入到中年的花花世界以后呢，他经受不起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考验，同时呢他自己本身又离开了那种啊长期征战的环境，也没有人去磨练他，所以很快就腐化了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，叫做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，这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呢很快就变成了贪图享乐的纨绔子弟了，以至于到后来产生了一个极其有意思的现象。什么呢？清朝初年为了保持他八旗的本色不变，当时就实行了一个政策，那就是把北京内城的汉人全部给驱赶出去，使得整个内城呢就成为了八旗自己的一个天下，只有到每天的早晨他才打开城门，放那些啊小商小贩的汉人呢进城买东西也好，做买卖啊，从事服务行业也罢，等一天黑了就把这些人再赶出去。按理来说这样内城就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了，因为那些个从事这些娱乐行业的下等人啊，他就赶到城外去了。那么八旗子弟呢有钱也花不出去，也不知道去哪玩，这个事情就杜绝了吧。但是人一旦有了欲望，你想玩就玩不住，于是乎八旗子弟